其實學聯係一個左膠大台嚟嘅，即係話即係喺其中即係有一個原因係造成咗一個乳鴿嘅失敗啦，係啦。但係其實學聯咧係每年都有一啲換屆嘅，係啦。所以即係每年嘅代表咧嗰、那個政治光譜或者個諗法咧或者係做嘅面向咧都係唔同嘅，係啦。咁喺大約兩年至三年之前啦，咁就當時我仲上緊學生會嘅，即係上緊全學生會嘅，係啦。咁就同學聯嘅常委會啊，同埋代表一齊去成立咗一個學聯抗爭者支援基金啦，係啦。咁嗰時就因為呢件事，所以就認識咗星火嘅一班朋友仔啦，係啦。咁就我簡單去講下星火啦。咁係星火咧，其實嗰成立之初咧，係因為旺角事件有一班手足啦，係俾人係遺棄咗嘅。佢哋當時就即係俾大家，即係可能俾或者俾其他嘅社會人士或者叫做民主派嘅人士係即係覺得啊，一班人好似好暴力喎、哦。咁即係大家係即係嗰班人係掘磚喎、哦，或者係打警察喎、哦，去放火喎、哦。即係喺一班即係一個唔了解嘅情況下啦，咁就佢哋係受到一個污名化嘅情況嘅。咁都好開心嘅。其實今日即係有咁多。咁嗰陣時，星火其實係所做嘅嘢咧，都唔俾人重視嘅，甚至乎係會俾人覺得啊，其實佢哋係做緊啲乜嘢咧？又佢哋係咪一個喺度煽動緊人去做一啲暴力嘅行為咧？咁其實嗰陣時咧，都星火都係叫做即係本住一個叫做人道理由啦，本住一個良知嘅理由啦，即係繼續去幫一班即係被污名化嘅抗爭者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今日都好開心嘅，即係見到有一個撐星火嘅集會，咁、那個人數咧都係坐爆咗一個地方嘅，咁都非常之即係開心，即係見到一個叫做真真正正，即係願意為抗爭者去去爭取一啲權益啊，或者係去幫助佢哋嘅一個組織，係受到廣泛嘅認同啦，係啦。咁其實嗰陣時其實星火咧，即係去到而家咧，都會去幫助一班叫做面臨住監禁啊，或者係被拘捕啊嘅朋友仔嘅，係即係去幫佢哋做一啲前線嘅支援啦，譬如係去保釋佢哋啦，係啦。咁就其實咁就做一個情況，做一個效果就係、是，原來即係喺一個叫做幾半年或者半年嘅抗爭運動嘅時候咧，即、就、係、是、我哋一知道我哋身邊嘅朋友、我哋嘅屋企人係被捕，我哋都其實都好驚嘅，或者係即係我哋自己或者係我哋身邊嘅人，其實都非常之驚，非常之擔心啊！其實我哋嘅朋友仔會唔會去到差館係出唔翻嚟啊？會唔會人間蒸發啊？但係當我哋知道咗。聯絡咗星火嘅律師會去跟進嘅時候，其實我哋真係放低咗一個心頭大石，所以我喺一度其實都覺得都係非常之欣賞星火喺呢幾年嘅工作嘅，係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一個基金成立嘅時候，星火都係幫助我哋好多嘅，係啦。咁我哋當時一班叫做石僆仔咧，一班學生去成立一個抗爭者支援基金啦。咁我哋其實係一頭霧水嘅喎，因為我哋完全係唔係做一啲前線嘅支援工作，我哋唔知道去邊度揾一班旺角嘅朋友仔嚟介，即係去介紹我哋認識我哋一個基金，去即係叫佢哋嚟申請我哋一個基金嘅。我亦都唔知道嗰一班前線嘅抗爭者佢哋嘅真實嘅情況，即係可能佢哋嘅家庭背景嘅需要，或者佢哋個人嘅需要，佢哋個情緒，佢哋嘅諗法。咁一個時候咧，其實星火呢幾年咧都堅持咗一啲前線嘅工作，即係譬如係去保釋啊，去了解一啲叫做一啲被捕者嘅家庭狀況啊，去關心，去同佢哋傾偈啊，去關心佢哋嗰個感覺啊，或者係即係個感受啊，有冇一啲情緒嘅問題嘅，甚至乎即係去教，即係同佢哋話啊，其實即係學聯一邊都有一個基金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咁喺一度其實都係非常之多謝星火嘅。咁有一個位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尷尬，但亦都係好想去分享嘅。就是、其實星火一開始做抗爭支援嘅時候咧，真係好窮嘅，係窮到連一啲大星工啊都要同人哋去借嘅，借完之後都好擔心啊！還到之後係唔知點算，即係唔知呢度有冇其他大星工係借得到嘅。佢當時係幫一班叫做抗爭者，咁我哋唔似一啲叫做建制派嘅基金，一俾就俾幾十萬，星火俾嗰啲係講緊係幾百蚊，幾百蚊去幫一班嘅抗爭者，即係雖然聽落係
好好笑，雖然聽落係呢啲錢係好微不足道嘅，幾百蚊可能當我哋可能幾日嘅開支嘅咋，但呢一種係我更加欣賞佢位置。雖然星火唔係好多錢，我哋唔係好似嗰啲建制派基金，我哋可以撥好多錢，撥五啊，即係撥幾啊萬去俾一啲叫做害人嘅司機啦，或者撞人嘅司機啦。佢哋就算有幾百蚊，佢都堅持要去幫一班嘅抗爭者。錢係。我認為他們去幫一班抗爭者的意義非常之大，雖然這幾百元真的很微不足道，但是他一份是代表著一份精神，即是代表著一種齊上齊落 的精神。一班抗爭者為我們香港的前途，他們是犧牲了自己的未來，他們面臨的可能是幾年的監禁，他們面臨的可能是家人的不了解，家的經濟壓力。因為我接收到一些叫做星火科學過來的 case 的時候，都知道原來是有一些抗爭者，他本身就是家的經濟支柱，但他為了去堅持抗爭，他令到家是陷入了一個很艱難的情況。但是我們一些支援的時間去坐監，那幾千元幾百元根本就沒有可能會煽惑到人去犯罪，我們去違法達義，其實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認為現在香港政府經常強調的法治，所強調的我們要遵守法律，我們要和平，但這些所謂的道德或者所謂的法律，其實已經完完全全成為了香港政府用來打壓香港人去爭取和平自由社會公義的手段。我們見到警察動用了種種惡法去拘捕我們的手足，我們見到法院是幾乎是淪為一個政治打壓的工具。所以我們亦都看到為什麼警察是會認為那人會收錢做事，因為在他們眼中，他們眼中就是他們只會為了錢去做事，他們只會為了那份人工而去作為政府的傀儡，去打我們香港人用了很多年辛辛苦苦建立出來的基業。我們在一半年，我們都經常都聽到香港人要一起去齊上齊落，第一種我希望的一種齊上齊落，不單止是一個口號，它更加是一個精神，是一個行動，是代表著我們香港人為了去守護我們所熱愛的土地，我們願意，我們無懼這些的白色恐怖，我們願意一起去齊上齊落抗爭到底，去支援我們的手足。我們希望各位市民，今天參與的市民，大家一起將這些口號是變成行動，我們繼續去支持星火，繼續去幫助一班有需要的手足。我們希望各位一起去喊口號啦，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解散警隊，黑軍入門，解散警隊。